你微笑恶作剧，爱让人哭笑不得。融化冰点下的孤岛，这飘向宇宙尽头，用什么言辞形容？在那魔咒的拥抱，融化冰点下的孤岛，呼吸温度升高。就飘向宇宙尽头，用什么言辞形容？但那么久的拥抱，融化冰点下的孤岛，呼吸温度升高。带我去哪儿？到，沙画工艺坊。嗯，我们来这儿做什么？给你补一个欢迎礼物，你绝对没有见识过。嗯，走。这边。艾喜雅，你说你想要画什么随便说，我都能画。那把我们出狱的场景画一下吧。啊，怎么不是你说画什么都行了吗？行，画就画。那我们开始了。只见当初本班长噌的一下跃到墙上，然后有个俊俏的小哥如此结成一段良缘。怎么样，够还原吧？哦，原来是这样。我好像暴露了什么。可是我记得你当时是倒挂在上面的，然后腿是这样的。哎，白起家，你还会画沙画呢？嗯，会一点。哎，那你怎么不说呀？你不说我都不知道你会画。哎，因为我爸妈也不知道，所以我习惯了不说。为什么呀？因为有时候说了也没用。白喜家，你知道什么是平行世界吗？平行世界是什么？在这个宇宙中呢，有很多个平行世界，在这里你的不开心、委屈、愤怒通通都可以发泄出来，不用顾及丢脸不丢脸。因为等切换到新的世界的时候，一切都是全新的啦。现在呢，你就把这个画板当作是一个平行世界，把你平常想说又不敢说的话画在上面吧。可是我还没有想好要画什么，要不你给我示范一下。行吧。
这个呢，就是我梦想中的漫画工作室。我不是一直都想成为一个漫画家吗？这事你别告诉别人啊，尤其是老陈，他知道又要说我不务正业了。那你也算我一个吧。你算什么呀？我的助理还是粉丝啊？什么都行，只要能够在你身边。不行，那老陈要是知道我把你拐走了，他要罚我的。我也可以把你拐来学习啊。这个本子你拿着，以后有什么题不会解的呢，你就写在上面，我帮你解。啊！我给自己挖了多大一个坑啊！还有，如果你三模进了前十，我还有奖励。什么奖励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进就进。谁怕谁呀？融化冰点下的骨头，这飘上宇宙尽头，用什么言辞形容？在那魔咒的拥抱，融化冰点下的骨头，呼吸温度升高。这飘向宇宙尽头，用什么言辞形容？在那魔咒的拥抱，融化冰点下的孤岛，呼吸温度升高。再坚持坚持就到了啊！再见。不行了，走不动了。你小心点，腿都快断了。啊！你这哪里是奖励啊？你这明明是惩罚，好吧？啊！我这个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关节总是痛，啊，腿还总是容易肿。我背你吧。那都不好意思，你得多累啊。这天马上就要黑了，再耽误下去，我可不想住在山上。上来吧。那我就不客气了。白西家，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怎么不走了？我歇一歇，一边背着你一边说话，很累的。哦。那你觉得我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她得聪明，因为不聪明的话就听不懂你说的话，会被你欺负。而且她还得开朗，你本来话就少，她要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你俩得多闷啊！最重要的，她得漂亮啊。为什么她得漂亮啊？因为漂亮的人才和漂亮的人在一起啊，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我觉得咱们是不是迷路了？啊？地图呢？我看一看。迷路了？不可能啊！走了很久了。怎么走反了？刚刚那个岔路口往右转，那边才是景区。
来几家，原来你是个路痴啊。这地图是你在看，路线也是你安排的，怎么我是路痴呢？我不管，那现在怎么办啊？景区就要关门了，我好多愿望还没许呢。没关系，许愿也不是非得许愿树才灵。哎，你看烟花好漂亮啊。哎，许愿不一定非得对着许愿树才灵，能够看到这么好看的烟花也是一种幸运。快许愿。真的可以吗？嗯，我许完愿了。你许了什么愿？我许愿能成为聪明、开朗又漂亮的女生。那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呀。哎，这个天花板怎么这么眼熟啊？在这里，完了完了，他不会知道了什么吧？拜托，千万别让他发现我醒了！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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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聪明开朗又漂亮的女生。什么鬼？趁我没醒占我便宜？我先去给你准备早餐，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就醒过来，好不好？你回来我早就跑了。我已经跟护士说好了，要好好看着你，不要想跑。这是魔鬼吗？雪舟，小明，快来救我！我已经告诉过林雪舟了，接下来都由我来照顾你。我为什么要醒过来？快走，快走啊！等你抽完血回来，就给吃的早饭了。我早就到家了。我跟你说啊，在医院好好养病，听医生还有白起家的话啊。林雪舟，你居然倒戈了啊！我帮他也是在帮你啊。说真的，他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你不如趁这个机会跟他讲清楚。我跟他说什么呀？不着急，我觉得吧，不管你说什么，肯定都是白起家愿意听的。我睡着的时候他有说什么吗？没有啊。我真心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第二次机会，他是，你也是。哦，好吧。那影视化那边呢？放心吧，有我呢，你就踏踏实实的在医院把你的身体给我养好了啊。嗯，拜拜。嗯。徐州姐，老板醒了吗？醒了，我听他语气感觉状态还不错。那就好。徐州姐，我们这次一定要全力稳住和苏伦的合作，让老板好好休养。真是秦哥的金牌助理呀，加油。嗯。
护士姐姐，你等我一下。哎，等等，你是不是白喜大大？是不是？是不是？对不起啊，你是不是白喜大大？我是，你是？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我叫岳七七，是我中了你的葵花体验课，让白医生带我上的。啊。说明病情已经转好了。好，谢谢啊，白医生。见到九号病房的病人了吗？没有看到。好，谢谢。七七，回头我把我的手杖给你。你听说过吸引力法则吗？你只要诚心地向愿望进发，就一定会实现的。嗯，谢谢白起大大，加油！加油！白起大大，你也送我一本呗，我也是有很多愿望都没有实现。你干嘛偷听我们说话？我来给某人送饭，只是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岳七七，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病房里等着做检查吗？白医生真小气。白琪大大，我先回去了，回头再找你玩。好嘞，拜拜。哎，你慢点跑，拜拜，别摔了。我这是一会儿没看着你，你就乱跑。我不是乱跑，我这是在帮你带孩子，我很累的好不好？给。什么呀？食堂的早餐。嗯，食堂的早餐有什么好吃的呀？哦，对了，今天周几啊？周三。周三，周三有我最爱吃的小笼包，你买了没有？看来我运气不错，才中了你的口味。太好了，再不吃饭我就要饿晕了。嗯，来，吃吧。心烫啊，你慢点吃，别噎着。我现在是饥不择食，吃慢慢香。你就不打算跟我分享一点吗？我也是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什么都没吃呢。这些我自己都不够吃呢，你要不要再去食堂再买点？那食堂都关门了，看来我在你心里还不如一个小笼包重要。给你一个小笼包。还是在家里好，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啊？你好好休养就能够早日出院。那我住院是有标配的，漫画文同人志、手绘本还有读者明信片，一样都不能少的。还有什么？我帮你拿。我，你又不知道在哪，我自己回去拿就行了。我有办法。吃吧。我进来了。对了，你家猫叫什么呀？白后主。为什么叫后主啊？一山不容二虎，一屋当然不能容二主。我是主，它只能是后主。那我呢？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这猫都随我姓了，你也快了，那我岂不就是家主？白起家，我命令你现在立刻马上从我家里出去。好了，我不逗你了。你东西放在哪儿？在二楼，然后周边都在客卧，然后换洗的衣物都在主卧。
睡衣呢？睡衣拿哪一件？太麻烦了，就第一件吧。啊，对了，旁边那个护腰你给我拿上。我觉得住院的话，无痕的比较舒适，你觉得呢？这家伙是怎么能一脸淡定的问出这种问题啊？懂得可真多。行，那你拿上吧，然后帮我把那个眼罩也拿上，你就回来吧。好好好，那我先挂了。咦，老板，我来了。小明，你终于想起来你还有个老板在医院生死未卜吗？我一直都知道，你看这不是给你带来糖分补给了吗？算你有良心，我看看你买了什么。来，对了，老板，我听医生说你得多住几天院，要不然我回去帮你拿点日用品吧。不用了，那个白起一家去帮我拿了。白医生？嗯，我想要回去的，他偏不让我回去。这也不怪他，毕竟医生都想让病人早点康复，所以严格一点也正常。老板，你以后可不能再这么放纵了。我听说啊，在白医生手下是没有一个病人可以逃过他的严格监控的。也对，我现在在白起家眼里，不在所有人眼里，就是个货真价实的病人。就这个吧。白医生，泌尿外科的徐医生来交接病人，在值班室等着你呢。哦，好，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便宜科病房的病人，他叫秦哥。哦，好，谢谢啊。没事。你怎么？请问你是叫秦哥吗？是。啊，白医生有事回科里了，然后他让我把这些东西带给你。啊，谢谢。啊，不客气。哎，等等。啊，护士，那个他是怎么介绍我的呀？什么？哎，就是白医生他是怎么介绍我的身份？哦，白医生说，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便宜科病房的病人，他叫秦哥。哎，谢谢。不客气。陈明学长，我终于等到你了。是你啊，田小姐。怎么还叫我田小姐啊？叫我小橙子就好了。还是叫田小姐吧。
你是来谈赔偿事宜的吗？嗯，我说了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的。那我们现在去店里谈谈呗，走。现在吗？你等我一下。喂，雪柔姐。嗯。我下午有点事儿，我可以出去一趟吗？行，小明你去吧，刚好我也在外面。好，谢谢雪柔姐。我请好假了，那我们现在走吧，早去早回。嗯，走吧。林主编，苏总已经看过您发来的新方案，可是您似乎没有跟着他的需求进行修改，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请问苏总现在有时间吗？我想当面向他解释。苏总说还是等您改到他满意的方案后再见面吧。还是算了吧。您的意思是？麻烦你告诉苏总，这版方案是我们在不违背漫画主题和创作者意愿的前提下能够给到与贵公司需求匹配度最高的一版。简言之，这是我们能做出的最大的让步。如果再让，那就是底线问题了。对了，在苏总接受这版方案之前，我不会再来打扰，但如果苏总有任何疑问，欢迎他亲自指点垂询。雪舟，你怎么了？你上次这么严肃的时候还是几年前退稿的时候。倒不是退稿，是退人。我刚刚在千叶影视那边碰了一鼻子灰，气得我给他们撂了狠话。方案咱不改了，行就行，不行拉倒。我其实知道这次合作对你和不白起计划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你相信我，我们还会有下一次更好的合作，好吗？雪舟，你太棒了，这才是你啊。你要知道，下一个更好，下一个更棒。我以后努力做你的摇钱树，你就在我的树下乘凉，快乐地数着钱，怎么样？这可是你说的啊。嗯，那你可要替我把你的身体照顾好了，行不行？我还得吃你一辈子呢。雪舟，吃我一辈子，我又不是太岁，让你吃到死。呸呸呸，你怎么什么都瞎说呀？知不知道太岁是什么呀？你怎么总是这么口无遮拦？真是个傻瓜。来，二位，您的腰子。爷爷，这就是你说的店里。嗯，对不起啊，我还有工作没处理完，我没时间陪你浪费。嗯，你走了就要赔十万了。十万？嗯，你这话什么意思？其实吧，这车是我小叔叔的，我小叔这人特别小气，他要知道你全责的话，你肯定得全额赔偿。但是嘞，我前两天给他撒了个小谎，嗯，我就说这个东西啊是我弄的，所以他就不追究了。但是我这个人不喜欢白白撒谎，而且我喜欢和漫画家做朋友，你要是答应陪我几天的话，我就放过你。你什么意思？陪你几天？陪吃陪喝陪玩。我不是那个意思。实在不好意思，
我现在没有办法陪你玩这种大小姐游戏。哎哎，我认真的，你就考虑考虑嘛，你就当陪那个车的划痕了，好不好？求求了，你要走的话就要赔十万了啊，十万，十万，十万哦，十万，哎。请坐啊。这样吧，我也不坑你，你就陪我两天好不好？就两天，我以后绝对不烦你。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在睡觉，我要说什么？你明知道我在装睡啊。那你为什么要装睡？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我有话想跟你说。失算了，居然没有星星。原来你是带我出来看星星的。没有啦，只是觉得有星星比较有谈心的氛围嘛。有什么事不能够在屋里说？你现在身体虚弱，不能够吹风。知道了，谢谢白医生对我这个病人的关心。你在我这里不是病人，你就是你，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白医生，你知道吗？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努力地活得跟个普通人一样，可是掩饰不代表不存在啊。青哥，我了解你的顾虑，我也希望你能够信任我，把自己放心的交付给我，好吗？白医生，这样的我值得交付给你吗？这样子的我能和你共度一生吗？我可以。我不可以，我根本不能接受这样的自己。我希望你再多给我们彼此一点时间，我会用实际行动去证明我可以的。光透过镜前窗，身旁，
整个世界都为你开满了花。所谓冰心，别去想挣扎，有你我就什么都不怕。光透过轻轻窗，只能自我欣赏。关于一切对未来的想象，每幅画卷都会有你在身旁。有你，我就什么都不怕。